女友半夜想要，男友一直搞定。喂，大雄啊，这周末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租车去个两天一夜烤肉趴？我知道你没车开，我们特地为你留的位置哦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女朋友会让你去吗？哎呦，拜托杰哥不要这样讲啦，好像我很怕我女朋友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不怕她？拜托，我去哪里哪轮得到她过问啊，对不对？杰哥，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哎，亲爱的宝贝大人啊，十二点了，怎么还没有睡觉啊？才十二点哎，睡什么睡？你在干嘛？那你都不回，你逃打你？哎呦，宝贝啊，我是在想这个周末要带你去哪里玩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当然咯。那好，我现在睡不着，你带我去阳明山看夜景，再去基隆水牙溪。啊，现在？就是现在。我先准备一下，你快点来接我哦。不然，杰哥，我完蛋了啦！刚刚阿丽塔打电话过来，要我现在开车载她出去玩，我哪来的车啊？而且现在都半夜十二点了，我租车行都关了，我去哪里租车？而且我刚刚长那么帅，我现在要是不去接她的话，她肯定会把我给宰。哎，大雄，那你之前不是有下载和运 Iron 专属 APP 吗？对哦。我手机有下载和运 Iron 专属 APP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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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贴心的和运租车啊！现在只要加入会员，上网下载和运 iRent 专属 APP， 无论何时就可以用 APP 预约取车，不但方便又快速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啊，搭配上悠游卡就可以24小时轻松租车走啦。宝贝，你好棒哦！那当然了，不然怎么带你的宝贝？